LY-Jim，OK，OK，OK，Let's go。I'm 22， 离台北 new， 现在告诉你我的名字叫 LY-Jim， 已经大四，快要毕业，到现在金融证照只有一张证券业。我想要有工作，想找到工作做，我想所有大四生们应该都能懂，没一技之长，也没其他选择，所以上进的我报名学程式语言。I'm 常聽 k-pop like RV BP 和宇少，喜欢听什么歌 RV 的 bad boy 常常是哪句，蝴蝶蝴蝶蝴蝶 boy， 有时看韩剧，有时听音乐，看完上述所说我就去看综艺，最近看到 show me the money ten， 令我印象深刻 beo 那句 Counting star。I'm 曾出过一首歌，因为 RV 所以歌名沿用 About Love， 结尾有句 You know my mind， 目的为了用来呼应歌名 About Love， 出了一首歌就想出第二首，但因为不会写曲所以用了 Type Beat， 原本这首歌是生日快乐歌，但不知不觉唱成自我介绍，说了这么多突然好想学曲，学完以后再唱一首送自己，上首是情歌，这首自我介绍，下一首我要唱 Happy Birthday to me， 其实有别的歌音也录好了，但因为做得太差所以无法放出，期许2022会变得更好，重要的是 You know my mind， yeah。